来唯一讲座是赵春春，咱赵春是一百块。我嘴啦。啊，我讲我咧开会，唯一一百块。啊来，发挥吼，不演演吼，咱来做点东西，好做一点的吼。来，下个就是咱方面涵，面涵有来嘛吼？哦，啊，来起来，来江慧瑜，他也是大学状元。因为伊个身体无爽快，或因为伊无闲咧，来放弃读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人今年咧考过大学个状元，只是知识才艺个，哦，是讲吼，迄个